各位早安，现在时间是5:36。OK， 今天呢这个主题大家应该是蛮喜欢的。我跟子恒呢约好了，我们要骑车去环岛了，好不好？2天就2天，我相信这趟旅程非常的棒。OK， 相信各位观众也看得会非常的爽。那我现在这身衣服呢是没有办法出门的，所以呢我先要换一身衣服，等一下骑着我的跟友人借的 R3。OK。准备来一趟台湾之旅，那么各位，我们换个衣服吧。啾，好，那我现在化完妆了 ，OK， 背上我们的环岛包包，好，一大包，很重，虽然只有两天，但是我还带了电脑，哦，还带了一些哦这个录影要用的东西，好不好？那么赶快出门，我跟子涵还约着吃永和豆浆呢，赶快出门啦，好不好？给各位这一次环岛非常棒的一个体验，2天就2天，台北骑到垦丁预计大约是9个小时啊，预计好不好？虽然我们骑快速道路可能比较快一点，但是我没有骑快速道路环过，所以没关系，这样旅程慢慢来哦，也是蛮好玩的，好吧？出发！喂，各位，那我现在在地下室准备去骑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见一下我的新站的R3，好不好？就是有人的车子啊。哦，现在真的很热，又很喘。我背后这包超重，背的电脑真的是重到靠背。然后你看一下我的鞋子，哦，没有办法，因为骑挡车，尤其又环岛，我不穿这个车靴的话，我的脚会痛到泡靠背。哦，然后其实我也不是很喜欢穿装备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我在比赛场常常在穿哦，你就知道穿皮衣。多热多闷多不舒服，肢体有够不协调，好不好？那给你们看一下我们两天的伙伴啊，这就是我们两天的伙伴，好不好？那我要赶快骑车去找子恒了，等等见，拜拜。好，环岛前第一程，好，直接给我穿皮衣要环两天的岛，累死！等下吃个早餐，准备出发。好，我们两个现在要出发了，从这地方等下走快速道路，直接到这个五谷，然后到五谷之后就一路走快速道路接西滨，直接冲到垦丁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赶快出发，赶快出发 ，Go Go Go！骑完了前半段的，刚刚飙车啊？没有，没有飙车啊。刚刚我们已经骑完前半段的快速道路，到新竹这一段。那现在子恒呢，他的 GoPro 没有电，所以换个电池，等一下一样继续骑。哦，现在今天天气其实蛮差的哦，我们到这边还是有一点。很多云哦，但是没有什么雨，只有台北有雨而已。那等一下我们继续前进，应该越往南天气会越好，好不好？那等一下要继续骑，等一下现在也差不多到新竹，等一下应该会找个地方休息一下，喝饮料之类的哦。我骑到真的腰酸背痛，好难趴车，你知道阿三的脚踏没有后影，这踩怪怪的，趴车的时候腰不是很舒服。
八点多吧。我们骑到台中呢，大概花了两个小时多。OK， 然后我们现在在台中的一间 Seven 那边，这个上面这个桥就是西滨。好，等一下我们要从西滨骑到有个岔路，然后绕着最边边走。我们这次走的环岛路线是非常环，是走最边边这样。哦，没有从中间插过去，是最边边这样绕，直接绕一圈。OK， 那先上个厕所休息一下，然后等一下继续出发。哦，差点忘记一件事哦，啊，业配一下好不好 ？Take way。哦，非常稳，超级稳，哦，超级牢固。从台北骑到台中，哦，西滨的路非常的烂，非常的跳动哦，它也可以锁得非常牢固，哦，没有一点点晃动。这边就是它的夹点，两边夹起来。有没有看到中间这个有一个软橡胶的东西？这是干嘛的嘞？你在锁之前呢，先套个套子上去。哦，套子套上去以后，这个把它夹住，你就不会伤到你的后照镜。哦，这厂商蛮贴心的。然后呢，就把它转紧。哦，这是一些点哦，把它转紧。哦，这样就非常的牢固。哦，整路没有任何的意外，棒棒的。我们差不多要继续骑，已经上完厕所，下一个目的地应该是高雄，台中到高雄，我预计三个小时到。三个小时，中午就到了，好不好？搞不好再杀一点，中午前就已经到垦丁了。哦，骑他妈大车真的是他妈太快了，我们骑小车环岛，我妈环到快死快活。看一下好不好？嗯，虫啊，几只而已。我告诉你，这边不是最恐怖，晚上还恐怖。对，晚上，尤其是到高雄那段，超级恐怖。那边我真的印象太深刻了，那个真的是镜面上面全部都是虫。好了。差不多出发了，好不好？各位，等你见啊，拜拜。现在在加油站，台南的加油站，从那个台中、哦、直接干到了台南、哦、然后、啊、屁股很痛，哇妈，屁股膀胱他妈快炸掉了 ，OK， 然后等一下呢，我们不知道选择在哪吃饭，不知道在台南吃还是在高雄吃，哦，然后他妈骑到真的是他妈会崩溃，然后。整路的空气都不是很好，那雾霾超严重，妈的那个空气超级差、哦、然后我们大概过了台中后，其实这云都有变少了，就是慢慢进入太阳、哦。那台北一直下雨，真的不晒啦，今天是不晒啊，好不好？啊，等一下我们要去吃饭哦，啊，只是还不知道在台南吃还是在高雄吃而已。啊，等一下看一下状况啊，好不好？不知道台南跟高雄的地方东西比较好吃啊，然后我们就看一下能骑到哪，哦，那就吃什么 ，OK。反正最后的晚餐就是在垦丁大街吃了 ，OK。就是晚餐是已经定好了，但是这个中餐的话，我们要自己想要吃什么，哦，好，等一下加个油。我们这边骑到这边的油钱哦，大概快要，大概是。800块吧，快1000了哦，就是
来这边，来台南就大概快1000。好，那再给你们看一下我的镜片，因为明天给你们好小的。那你他妈的，看到吗？都是他妈虫，看到？然后刚刚中一只大只的，直接中大奖，啪一条。这前面还没什么虫，这边都还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还在后面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继续行动吧。